怎么了？这么晚打过来？睡不着啊？我来给你哼歌吧，两只老虎怎么样？当然可以啊，嗯，那就换另一首小时候常听的吧，听好喽。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开开，快点儿开开，我要进来。不开不开，我不开，妈妈没回来，谁来也不开。我的风格，你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那效果如何？现在有睡意了吗？好啊好啊，我们继续。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开开，快点儿开开，我要进来。就开就开，我就开，妈妈回来了，我就把门开。看来是困了，那就到这里吧，晚安，我的花生。